他不给他吃，他就下去了。怎么那么久啊？嗯、他在找鱼啊，找不到啊。是啊。对啊，找不到，找不到。鱼要不好吃。哦，好大只的鱼哦！哦，这超大只的，吞不下去啦！可以耶，没有啊，到脖子，可是很蛮厉害的，好在喉咙啊，这不大一只哎，好在喉咙啊，脖子不把它挤出来，这个叫什么叫音哦？鱼音，鱼音。还没吐出来。哎呦喂呀！它会不会噎死啊？不会，鱼马上就出来了。鱼马上就快一点了，慢一点了，它就淹死了。真的哦？那肯定啦，这里没空气啊。哦，不能呼吸，不能呼吸哈。不能呼吸啊。那你们有没有把鱼哦？好大只的鱼哦！哎呀，对，算大只的，好大只哦。它嘴巴那么小，竟然可以用那么大只。啊，你们抓到的鱼拿去哪里呀、啊？拿出来呀、啊！哦，是哦。还用捉吗？啊，不是自己吃哦。自己吃，是不是这样做？你们不会煮啦？当然是卖钱比较实际呀。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哦。